好，继续，继续这个道本 Tokifona，那讲哦的用途是说，呼叫某人，引他注意，所以 Jen Bailey 哦就是嘿 Bailey 是个人哈，那 Jen Pedro 哦 BP Lee Long Lencina 哈，就是。Pedro 这个人哦，然后呢，Pipi 从 Lee Long 从在Long 是手吧哈，Long 和 Len 是啥？Len 是衣服，Long 是。哦，long 是 at 在，long 是在。看这里脑袋就是要一直想，就很痛苦。Pipi 在，从在，len sina 就是从在你衣，从在你的衣服上。Jen Pipi，佩佩，这不应该叫 Pipi，Pipi 是从 Jen 佩佩。Mi olin e sina，你是我。Mi olin e sina，我爱你，佩佩我爱你。Jen belle，sina pona tawa mi，belle 我喜欢你。Mama Mary，Mary 是妈女的，妈妈是。是父母哦，所以是女的，就是妈妈啊。那 Sina Peli 啊，你 Peli 工作啊，Muti Muti 多多，你的工作很多啊。哦，Pali，我觉得如果这样子，我教个一天教个3遍，我搞不好就会讲这个语言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啊！这个方法实在蛮好的，你们要听我讲3遍吗？你们会昏倒。哦 Peli，这已经使用成类似召唤感叹语了。To use to give an order to another person，命令的意思，好不好？哦 Peli，哦工作，去工作。哦 Tava，哦趋向，去。哦 Olin e me，哦爱我，然后。哦，pana e ni tawa mi 哦，pana 是给吧，然后驱我给驱我给我，然后哦，looking at ni 看这个，Janili Toki 小孩Toki 说。Sinamuti o musi 你们 musi 你们玩，你们玩。Soweli o kama 来宠物Talky 是指 hello 的意思，Talky 是指说话，Talky hello 这是招呼语哈。Sunopona 太阳好，就是今天很好啊。Lapepona 睡得好睡得好，就是 have a good night，have a good night，sleeping well 啊。Mokupona 吃得好。所以这也是招呼语希望你吃得好的意思啊。Mitawa 趋向我，不对啊，Mitawa 是我走了，我去了，我走了，再见。Tawapona 也是走好，这跟我们中文很像，走好。
哈 ，Kamapona 啊，来好，欢迎来啊。那 Musipona， 哎 ，Musi 是乐好，就是 have fun 乐好。再来，它的数字只有三个，一、二和五啊。然后呢，就是 one 是一 ，two 是二。这都是学英文的嘛 ，one two 嘛哈 ，Luca 是五，然后呢，另外一个代表数字的 number 数字，然后呢三怎么办 ？two one 一加二就三 ，two two 就二加二四 ，Luca one 六加一不五加一六 ，Luca two two 五加二二九，然后。Luca Luca 五五十 ，Luca Luca Luca 五三个五十五，我就想这样太麻烦了，干脆用二进位好了，只要有零和一就好。Z 是零 zero 啊，根号二就是会的，因为我们只要有根号这一个，根号只要关联到一个东西就可以了。我想想哦，根号。的话通常有一半的意思，一半它有分割，但是为什么不是二分之一是根号二呢？是乘法的，啊，所以就变成是乘法的二分之一的那个，对，乘法二分之一的二就是根号二，对，可以这样造，对，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你只要知道乘是什么，你就先创造出一个乘，好，那再创造一个那个二分。就是一半，叫把用一半，对，所以 OK 的啦哈。那根号二分之一还有浮点数表达法，对不对？我们可以只要有零和一，我就可以表示到无穷精准的浮点数，对啊，好 OK， 所以是可以的。好，所以我后来用我一边看这个，我就一边在创造我的那个人造小汉语嘛，对不对？好，那人造小汉语里面我。决定不要用这些数字，你知道我用什么吗？我就用二进位，零一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二是什么？一零，然后三呢？一一，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吗？我觉得它这样子反而比较长啊，写起来比较长。那、啊、我如果写成二进位，那如果我把它放宽一点，就是不要小汉语、中汉语的时候，我就允许用零到九了。这样就好、啊、好，再来 more about number 更多数字、啊、那 sowali suri one 啊 sowali 是 suri 是很大的 sowali 是啥 so 吗？所以很大的 so 大象，然后 one 一只大象 one。然后 ，Sowali Suri Two 两只大象 ，Sowali Suri Luca 五只大象、哦、然后 ，Jam Miti、哦、他说，通常要、使用数字的会比使用 Muti 多 ，Muti 是多、哦、他说，通常使用避免使用数字，然后使用多比较好，不要使用数字，尽量使用多就好。所以他说 Jamuti di Kama 说多人就是很多人，那 Kama 来很多人来了，所以你尽量不要直接指明说到底是几个人来了，只要说多人就好。那他说 Jamuti 就是更多的人来了，然后 Jamuti di Kama 就是 Muti di Lily 是小，那小多人就是少人，怪怪的，小多人是少人，好像也有道理啊。Mi number one， 我数字一、哦、就是我是第一名啊。Many me p number one， 你 number 啊 ？Many 是指。me 是我嘛哈 ，Mary 是，哎 ，Mary 是啥
我的 Mary 是，Mary 是女，对不对？我的女，我女就是我女朋友吧，然后呢，Napa One NASA 我女朋友第一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NASA 疯了，我怪怪的。Jane 佩佩这个人，你 Olin 米佩佩这个人，Olin 米是米 Olin 的意思，就是我的，我爱，P number one 是我爱的第一个人，我的第一个爱人。你里，so a r 你里，ona p number two 就是这是他的第二个 hamster 是啥？so a r 你里，你里是小，so a r 是啥？小宠物哦，第二只小宠物。米佩里母体，米佩里佩里佩里，母体是多，佩里是啥？佩里工作哦，佩里，我工作多哦，我工作很多。Sina 佩里里里，你工作少，你工作少，所以这是在做比较。Jane Christiana。你 ona looking 母体，Jane Brittany 你 ona looking lily 就是基督徒比 Brittany 是什么宗教？Brittany 不知道什么宗教，可能是伊斯兰或之类的，搞不清楚。那基督教比佛教可爱是这样吗？哎，Jane Julia 李木卡 Lily，茱莉亚吃的少，然后 Masa 吃的多，OK，所以这是比较应该够了。米维卡。维卡是远离的意思，米维卡，我远离，就我走了。Tomo Taro 里维卡，Tomo Wu Taro 水的里维卡浴室很远，浴室很远。米维里米维雷，他瓦维卡，我想要去。去远，我想要移到远处，我想要去很远。马 Mexico 里维卡 tan 汤马 Japan 墨西哥国里维卡 tan 和日本维卡 tan 很远好，再来。Awakening then Sina 是，是命令，这里命令了啊。Wake up，then Sina，你的衣服啊，你的衣服，所以是脱掉你的衣服，命令他脱掉你的衣然后，所以 wake up 也有脱掉的意思。脱掉，好，再来，米皮里伊克，他说米，威雷，哈里，我，皮里，他说现在他是在讲他说是 but 的意思但是，然后米皮里尼克，就是我什么坏啊，我感觉坏，
hustle me really really， 然后是但是我要去工作，我要去工作。你为了么苦？我感觉么苦？我想要吃。他说米酒阿拉诶么苦啊？但是我没有食物，没有食物。你莫西他说。米是我 ，musi musi， 他手是，但是，然后 musi 是啥？米 musi 是娱乐玩啊，我玩，但是它代表的是只是的意思 ，only 啊，我玩只是，我只是玩啊。我只是开玩笑。Jam Pepe Tasso Li Kama Pepe 这个人 Tasso Tasso 只是 Li Kama 来 Pepe 这个人 只是来是啥意思？哦，是只有 Pepe 来，只有 Pepe 来。Mi Wali Tasso E Telo， 我想要 Tasso，我想要只，Taro 水，我只想要水。米瓦里阿拉，我不想，一酒，我不想，一酒是物，我不想要东西。米 looking 他说，我看只，我只想看。苏伟。苏伟是甜的意思 ，sweet。Super 是家具。卡拉玛是噪音或者是声音。Anti 是改变 ，change。Money 就是钱。离谱是指。平面的东西，叶子、平板、所以 iPad 可能也可以叫离谱吧 ，i 离谱，对，卡拉玛 ，musi 是音乐吧，卡拉玛是噪音，不对啊 ，musi 是啥 ？musi 是玩的声音、就是音乐。所以不一定是噪音、玩的声音、那 o kalama ala 就是 o 不要声音、安静。Supalape 等一下转不过来。Supa 是 lape 是啥？啊 ，Supa 是家具。Supa 第二个 ，Supa 是家具 ，Lape 是 Lape 睡觉、Lape 是睡觉 ，OK， 睡觉的家具床 ，OK， 好 ，Mi jo ala e money， 我有没有？我没有钱啊 ，Ali li anti。阿里是所有 然后你 anti 是改变，所有东西都变。离谱 mute 是很多，离谱是平面，很多面就熟。米瓦雷诶苏伟，我想要苏伟是。甜的，我想要甜的饼干也算的哈。Mi piling ike karama，
你毗邻一 k 是什么？我毗邻是感觉坏，我感觉坏。卡拉玛穆特里隆，卡拉玛声音穆特多里隆隆，声音多隆是这里，隆是出现啊，对，很多声音出现。再来，seme，seme 是像，像。然后他说你里哇手，那是一只鸟。OK，然后呢，你里 seme 哈，那是什么？所以 seme 就是虾米的意思，虾米，无虾米的那个虾米。这是虾米的虾米，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搞不好是从中文来的。啊，seme 又有很多哦，seme 有两句。西纳帕里，这对我们来讲很简单的，不用担心，这个 seme 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天生的啊。西纳帕里，哎，seme 啊，就是你做啥，都是虾米的意思。seme 里帕卡拉，哎，西纳啊，就是。撞你？什么撞你？啊，seme pona wa tawa sina 啊，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喜欢虾米？sina wali sina wale e seme 啊，你想要什么？sina long seme 啊，就是你在虾米？你在哪里？sina tawa seme 你去哪里？见 seme 你了啊，人虾米你在哦，然后就是谁在那里？Sina looking at 见 seme 哦，就是你看，你看什么人？你看什么人？Sina oling at me tan seme 哦，你。爱我，你爱我虾米？你为什么爱我？Sina ike tan seme，你坏，你坏 seme，你坏 tan 是啥？哦。如果跟烫一起就变成坏了啊，就是烫啊，跟烫一起变成坏，啊，烫本身是啥？哦，烫是因为什么？哦，因为什么？因为什么？OK，新来一 K，你坏因为什么？哦，你为什么坏？你为什么感觉坏？哎，是你为什么坏还是你为什么感觉坏？You are bad for reason，你不好为什么？新来看马探马 semi，你来，然后这是什么？用 which 啊？Is what but in the sense of which，就是有 which 的意思。新来看马，你来，探马 semi，探马是探我会忘记是什么，探是。原因，马是国家原因国家 semis 什么国家？所以是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你从什么国家来？离谱，你离库勒 semis 啊，离谱。你，枯萎，枯萎是颜色，离谱是平的，或纸，那个平的是什么颜色？Nothing save same the pona tawa sina。
你喜欢什么宗教？シナタワケプカンセメ，你去，然后呢？ケプカン和什么 ？How are you going？ 哦，你怎么去？因为它 ケプカン 是跟タワ在一起的，所以是ケプカン 是和タワ，シナタワケプカンセメ，就是你怎么去？因为Kepkan 是维持的意思，维持就是用什么、啊、那就变成怎么去。Sinapali any Kepkan same， 就你 Pali 你工作，然后 Kepkan 用什么？你怎么工作？你怎么工作？对，你怎么工作？啊，好难理解啊。Let it be long。接下来他是要讲温度，温度。Sally 是代表热、温暖 ，Let it 是代表冷或冰啊。Let it be long 啊，在就是这里，这里。冰，这里冰，所以 it's cold。Sally, 你热 ，it's hot。Ma, Quarantina, 你 late。哦 ，Greenland， 格陵兰国是冰的。格陵兰，哦，对，格陵兰确实很冰。你 late， 我冷。你 feeling late。讲到快挂点，这个脑袋用太多。Me feeling late， 我喜欢冰。哦，不对，我感觉冰。Mukuli late， 食物冰，食物很冰。哦 ，Sally 也 Muku。哦，是命令语的哈，就是 Sally。Sally 是热，Moku 是吃，热食物，哦，热食物，命令他热食物。Mi wale e telo sewipi， 我想要水。水是甜，我想要水甜的 latte multi 冰，很多冰的甜水。好，我想要多冰的甜水，就是我想要可乐。Ona li long say with me， 哎，等一下，要先看这一页。这一页在讲上下左右 ，say with 是上 ，mosi 是后。Poka 是旁边，然后 Insa 是内部 ，Anpa 是下，那左边右边部分就 Poka。Ona li long sewi mi 啊，就是上在 sewi 我 sewi 是他。欸、不对 ，Ona 才是他，他是 Long Sewi 在上我，他是在上我，他比我上，他比我更上面。Bibi Li Long Poka Sina， 从 Li Long 在从在 Poka 侧面 Sina。从在你，哎，不对，这里的 PP 是主词，哦，对 ，PP 从在
他讲 fly 不对，我以为这是动词，它是指苍蝇哦。The fly 是苍蝇，所以是虫啊，虫在你旁边，虫在你旁边。为什么一定要苍蝇啊？它应该翻 bug 吧？你弄 pocatello 就是我是在我在 poca 是旁边 tello 水，我在水旁边。moku li lo insa mi 就是 moku 吃在第一个又当食物，食物 li lo龙在，食物在 ，insa 米在我内部。Jen Lily 里龙 insa tomo。人 Lily， 我觉得应该半个，那个 Tokifona 的黑客松，你知道吗？然后就一天学会之后呢，第二天就是大家就规定要用 Tokifona 来讲话。不可以再用普通的话，那你这样子两天下来，我觉得搞不好就学会了，因为你这样一直讲一直讲，真的很恐怖哎，那个学得很快，所以我们学英文的方法都是错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类似黑客松的方法来学英文，一定很好。我儿子英文很烂，我觉得应该带他去办一个那个黑客松，小孩英文黑客松。马上变强了，只要用那个把 Tokifona 的这些字改成用英文版，但是你只要用这几个字讲就好了，你用 Tokifona 的组合法，那你去讲，你英文突然就变好，那只是外国人会觉得听起来奇怪。那如果不要用 Tokifona 的语法，你改用那个人造小英语。对啊，不能造小英语，一下子就学会英文了。只是你讲起来很怪，那外国人会觉得你怎么只从头到尾只用这122个字？对，但是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可行的、啊，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训练，应该是可行的。因为你一下子要1000个字或1万个字，根本就不可能啊。可是你一开始122个字，你那个语法就完全顺，语法顺了之后，你再来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太强了，我觉得这个发明人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到底是谁发明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之前好像以为是一个高中生发明的，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是一个语言学家发明的。他说在2001年变成一本书，然后设计由宋贾朗这个人，然后呢，之前是宋贾 Alan Kissa 在多伦多，所以应该是加拿大的人，加拿大的人。哦，加拿大翻译员宋贾朗所创造的人造语言，所以他是翻译员，难怪。所以他的设计应该就是为了翻译啊，难怪跟我做的很像，因为我的设计也就是为了翻译，所以我看到他的我就觉得超棒，就是因为我在想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翻译。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是写程式的，他是翻译员，所以他是想创造一个让大家都可以很简单讲就可以很简单翻译的。但是我是想要创造一个，就是让大家讲出来之后可以用电脑翻译过去的，因为我是写程式，想法方面不同，但是面向很像，出发点不同，面向很像。好。嗯，请说。好像现在文字翻译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但像语音翻译，它的难点或者有没有做的？其实文字翻译有困难啊，困难啊，很困难。
那语音加上去当然是更困难了一点，但是其实语音辨识已经还好，你用那个 iPhone 就知道了。可是语音总是会有不准的，因为它不准的地方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音转字就会不准。对，音转字的时候，其实你稍微想，不要考虑语音辨识，你只是用你们的汉语拼音，或者是用注音符号，你要转成字的时候，因为同音字太多，到底要挑哪一个会有问题？那你会觉得，哎，那有词可以用啊，那都会翻对啊。像这个说人工语言，在2001年夏天，我们几乎都知道它哪一个字，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会有问题，比如说人名、地名、道本语。我讲道本语，你知道哪个道哪个本吗？啊，或许这样。我讲人工皮亲语，我知道哪个皮哪个亲吗？就很难。对，那越是那种越专有的语言，比如说乔治亚，那个乔治亚在我们这边翻乔治亚，在大陆翻乔治亚吗？没听过，芬兰呢？芬兰你们那边叫讲什么？芬兰就是芬兰就芬兰。哎，OK。那对，就对，但是有些地方国民我们是翻不同，有些人我名我还是翻喜不同。欢让那个几十年前那个年代那个人的翻译都是那个，就台湾这个翻译就是那个翻译外国人名就是拿一个中国姓加那个名字，我比较喜欢那种方式。哦，了解，哎，加中国姓的，哎，但是现在都是音译比较多，直接用音翻译。对，那当你用音译的时候，其实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就是说，玛丽、约翰那些东西，我们两边好像翻的有时候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乔治什么什么外国人名，有时候我们翻的是不一样。那更多啦，就是说。我的名字好，城中城，每次人家都写错嘛，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哪个中嘛，对不对？那就错啦，因为那个语音辨识怎么可能对？你音转字都不会对啊，对啊，所以音转字这里就有一个那个不是自然语言的问题，已经不是自然语言的问题，是我人脑都没办法辨识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从声音转到注音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会有错，但是现在这部分的正确率已经蛮高的，从声音转到注音已经蛮高，那注音转国字本来才刚错。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我把它等于说我在赌一件事情，我又会做人造语在赌一件事情，是我认为。自然语言的翻译，在30年内可能不会成熟，但是现在其实最近有 Google 和 Facebook 都很努力的在做这方面，微软也是，那他们投入了很多。那最近的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最近不是很红深度学习吗？所以就一大堆人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去做自然语言翻译。那 Google 最近进步了很多，可是还是有一些句子会翻错。上次我们有用那个北风与太阳去翻，你知道还记得吗？上学期翻比较烂，这学期翻的时候就变好了，所以它有进步的，但是还是有一两句错的，一两句错你就很难忍受。那目前我看起来就是，似乎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极限，就差不多到这。它可以让你把原本正确率大概在80%的东西提升到95，但是也就到95，你最多到98、99，你还是有错。那一旦错的时候，你能忍受吗？那这就是问题。所以目前我看到的是，它可能可以翻到99%正确，就是说让你每一句话你听起来90%，就是。100句有99句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会有一句错的，卡在那儿，进不去。对，目前我看到，如果把深度学习一直推到极限的时候，我觉得很可能是这种状况。
对啊，可是这样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很多产品了，就足够了。哎，已经可以做很多产品了。如果100句只错一句的话，其实可以做不少产品。啊，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100，他只有90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难忍受，因为你10句就会错一句，每10句会有一句很离谱的错误，不是那种很有点像的东西，不是，是很离谱的错误。那就会比较难忍受。可是目前我对深度学习看起来是这样子。我说最近我可能会去找那个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方法来看。所以搞不好下礼拜我们可能会讲类似，如果来得及，如果来不及，我可以下下礼拜可能会讲类似这个主题。那因为毕竟这是我最投入最多的主题。那我如果我自己会想研究这些方法，那从语言来讲来学，比起从影像处理来学，对我来讲快很多，因为我已经在这边投入了几十年，我会觉得我对深度学习，我想从语言来学它。OK， 剩下的呢就先不讲了，差不多了哈。其实后面你也没有太多新的东西，那你。有兴趣的话，你把它看完。我们很快的把它用五分钟看完。阿努是 all，can 就是 can， 可以啊。然后 king 就是 also still，然后更多字，更多句子。ante 是改变，然后 let。他都通常用你代表历史或 let 都可以。sing 代表 new 新的，或者是 more 更多。那所以 sing 翻成新的或翻成更多好像都怪怪，但是中文字有个好处，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字来代表它，意思会差不多。那 creativity就剩下的，他这70页在讲什么？就是说，剩下的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什么想象力呢？说 ，all peeling a utani 啊，那就是嘴、我、口。嘴、我、口是什么意思？亲我。OK， 不是说我。Capricorn utasina 啊，就是。用你的嘴，啊，接吻的意思啊，然后所以你要发挥想象力，剩下的你要发挥想象力去创造啊。Toki musi 啊，说，然后呢 ，musi 是啥？真的忘了。musi 是 amusement， musi 是啥？玩说就是唱，所以要发挥想象力。最后有一个字叫做喇，这个字的用法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从中文学的，所以它就是我们中文的喇。我上次有讲过新加坡语，对不对？新式英语有没有？新式英语里面都什么什么喇，什么什么喇，他们会这样用，就是真的就是喇，它就是喇，完全一模一样。然后喇有好几种用法，在这里就跟我们中文的喇一模一样，所以根本不用讲，你天生就知道。那再来 tempo 这是指时间啊，时间。那所以它有一种就是时间的处理方法 ，tempo pini， 就是 tempo pini 就是指过去 ，pini 是pini 是。完成了。那tempo kama 来时就是未来啊。tempo kama lili 就是小来时，就是很短的来时，就是很快啊。所以这里就很多了，辣又有其他的用法，但是跟我们中文的辣就是一模一样。你看 tempo pini 辣米简历里啊，就是
小人，对不对？小人，我，我小人就是我是小孩，我是小孩。那 tempopini 就是为了过去啦，我是小孩，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的啦很像？几乎都是一样的用法。tempo ni la mi long 就是tempo ni 你就是 at 嘛 ，at 这个时间啦，我在这个时间啦，我在就是这个时间我在这里意思啊，所以它都是啦跟中文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它就是学中文的啊。那更多的 seme 就是虾米，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学中文的，它跟我们虾米都一模一样啊。那最后就是 if len 也可以用啦，我们看一下 mi la pe la ali li pona 啊，说我然后 la pe 是的。拉佩睡觉，我睡啦阿里里，阿里是我睡啦阿里是全部，全部里 Pona 全部好，我睡啦全部好，所有事情都好了，所以我睡了。然后妈妈咪里莫里啦我的妈妈，我的父母啊，然后 Mori 啦死啦，我的父母死啦。Me feeling ik， 我感觉很糟啊，所以我的父母死啦，我感觉很糟，跟我们的啦用法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写中文。但最后这一句我一直读不懂，如果你读懂了，你告诉我。我一直读不懂这一句到底是什么。伊罗苏诺瓦里肯帕纳诶苏诺塔瓦伊罗，这太难懂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有比较容易的翻译过之后，那个汉语版的，其实你这样看，我下礼拜再来跟大家讲汉语版。最后这一句叫做一日句给可，然后日趋趋日，然后日句利多多，然后的句日利来佛小，不小，不少，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应该是说，我猜啦，应该是说，你花一两天就可以学会这个语言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办法解读这一句，因为太长了，我没有读过这么长的道本语，所以我实在是不知道它到底怎么解读。那可是他最后一句是他的结尾，那这个应该是坚不打这个人写的，不打这个写的。好 ，OK， 好，差不多了，所以道本语结束。好，今天快把它学会了，再搞个两天，搞不好就学会了。好 ，OK， 要下课了啊。很累的一天。